其实我的毛孔真的是缩小蛮多的哎，而且粉刺真的也减少了。这使用一个月下来，我的肌肤真的是蛮稳定的。最近非常火红的粉刺毛孔净化棉，它可以紧致毛孔，还可以减缓你的粉刺。那棉片呢，我们通常会分为两面，一个是粗面，一个是平滑面。我要来连续使用14天，看看可不可以改善我的肌肤状况。我的鼻子现在黑头粉刺真的是超多的哎。凸面的部分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平滑的这一面呢，我们把它敷在脸上，多的地方把它凹起来。我觉得蛮保湿的哎，而且完全不会刺激。好，今天第一天结束。哇，粉刺真的很多哎。那今天是使用了14天，我发现我的粉刺真的有明显变少，毛孔也明显缩小很多哎。这是实测大成功，推荐给大家哦。Hello， 今天是实测第28天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我的毛孔真的是缩小蛮多的，而且粉刺真的也减少了。这使用一个月下来，我的肌肤真的是蛮稳定的，真的很喜欢，推荐给大家。Yeah!